现场我们所有的爱音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下半场的音乐会呢，马上就要来开始，在这边邀请您紧速的入座，谢谢。那现在，让我们再一次来欢迎今天的十三音乐会所有我们的演奏者，湛蓝管乐所有的成员入场，请。
可是今天的节目大家还喜欢吗？对啊。然后首先我要再请我的打击的小孩们再出来羡慕一次，然后还有邀请我们的婉玲老师，谢谢我们林老师。笑。其实他们这次准备了这样一连串的节目，不容易。有一些可能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他们就只是一般的高中生吧。然后真的就是喜欢音乐，然后为这场音乐会，每年我们都会有惩罚会，那为这个音乐会做努力，中间可能会有很多挑战，那慢慢的就会去克服它，可能过程一定会有一些冲突，对，然后有些玩老师他们这次真的很强。来，美女们，你们对我们今天的